鼠嚟噶？诶，吓，有乜解救我嚟咗2018年噶？啊，我仲要办年货噶喎，咁点算啊？咦，呢度有个市集喎，等我睇下先。成日话过年一定唔少得嘅就系糕点，因为食过之后出嚟做事嘅就步步高升，细蚊仔咧就一年比一年高。嗯，好有屋企嘅味道啊！啊，估唔到家下啲人都晓滋阴养颜啊！除咗识食传统年糕，仲识食呢个祖皇糕添。正所谓执输行头惨过败家，等我试下先。啊，仲有啲咩要买呢？系，我刚满咗个腊味会，可以去拎腊味。估唔到过咗咁多年，腊味嘅款式都唔系好大变化，唔知卖翻去德哥佢欢唔欢喜呢？唔该，我刚满咗个腊味会，啲树有冇得拎噶？弊家叻啦，团年饭啲包心切好，我仲未炆添，唔够时间啊！乜家下啲人咁醒爬，识得整定啲即食海味同汤水，咁就唔使成日对住个火水佬啦。差啲唔记得咗买个新嘅猪仔前鞍俾隔篱房阿德仔、福仔同埋长仔储利是钱添，好彩呢度有啫。呢个咪上次喺广哥屋企见到嗰个暖水壶，咁难得喺度揾到佢，等我都买份礼物俾自己先。咦，乜咁啱啊？老夫子先生、秦先生，仲有大番薯先生。原来呢个市集是你们的，哇，有这么多精品，还有经典漫画，德哥就最欢喜你们的了，等我买本回去跟他来人寻觅一下先。咦，这个车站这么别致的，难道是时光叮叮可以送我回去？哇，原来老夫子的手稿去到这个年代是这么珍贵的。我仲可以变埋老夫子入面个陈小姐，同佢哋影张相添。呢树咁好玩，咁我仲翻唔翻去好呢？